接下来我们大家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喽，来掌声欢迎花莲县秘书长，欢迎饶中秘书长。耶、yeah, ，那在这边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饶中秘书长哈，今天亲临现场，哇，就我们秘书长今天也是早早就已经来到现场，而且也是哇，这个非常的期待哦，可以在今天哦欣赏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来，秘书长，我们中间请。继续欢迎魏全龙副董事长黄宗仁。掌声欢迎黄副董，谢谢副董，谢谢。以及哦，在这边邀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魏全龙队的领队丁中伟领队，掌声欢迎。欢迎领队，继续欢迎花莲县体育会副理事长曾伟亮，欢迎。欢迎副理事长。以及啊，现在也要借用大家的掌声，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花莲县政府教育处的代理处长，欢迎翁淑明，掌声欢迎。继续欢迎我们的县议员魏嘉贤议员，欢迎议员。以及立法委员傅昆萁办公室主任陈仲明，欢迎。欢迎主任。谢谢所有的长官贵宾今天莅临现场，马上欢迎我们的秘书长代表县长来致欢迎词，有请秘书长。好，那么现在也有请我们威蒂来递上我们的麦克风。魏乾隆，我们黄副总经理丁领队，以及我们花莲县议会魏嘉贤议员，还有昆萁立法委员陈仲明主任，哎，我们教育处翁处长，以及所有的中华职棒的球迷观众们，大家好，大家好，非常感谢中时呢，在花莲地震风灾后安排以魏乾隆为主场和乐天桃园的三连赛，我想一定会让我们花莲美丽的德兴棒球场呢会满爆场，也为我们花莲的观光和所有的事业呢提升，让花莲呢充满了生气。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我想三连赛今天是第一场，一定精彩可期，希望各位观众各位球迷呢大家看得很嗨，看得很乐。最后祝赛事圆满顺利成功，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各位。谢谢秘书长的支持，谢谢，再一次谢谢我们的所有长官贵宾，我们先到场边。